带陈家三姐妹前往荷包岛。荷包岛，荷包岛就是我上次那个岛啊，那个岛。那是个无人岛。我第一反应很简单，我今天不要睡了。我连单独带一个孩子很长时间都不多，两孩子都没有带过，一下给我三个孩子。你呢？你带谁？我跟小靓仔，我们要前往荷包岛。从今天开始到明天，你要跟着我。我要带谁？我要带谁？一剑带七宝。好崩溃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七宝？接触了两天，我发现他就是跟个束带熊一样，天天黏着他的妈妈。我觉得我搞不定。那时候我还挺高兴的，因为小浪仔还是毕竟五岁了，要稍微好管一点。马星星带静静，我带静静。我觉得带静静也挺好，我也没有女儿，我带女儿我也感觉一下带小女孩是什么样子。好嘞，我在等你呢。哈，你告诉我，很简单哦，放这了，可以。来，还有纸啊。老板，问问早晚要刷牙，所以呢，他电动牙刷牙膏都在这个袋子里。然后睡觉时候他穿T恤和短裤在这里，他的皮肤特别容易干燥，然后他不用沐浴液，他就冲汗，就用水冲的。对，所以呢，你看洗完以后你要出这个油。如果你要用了沐浴液，你要用大量的水，因为它皮肤容易敏感。所以呢，你看洗完以后你要出这个油，这个油它不会过敏油。那就这样。我来跟你说，这个娃娃特别重要，是他最爱的。好，这个是马桶盖，这个特别重要，没有这个话他感觉很害怕。你会花很多精力在他身上，所以那两个自行能解决的尽量我刚教到了，药啊那些都在这，然后纸巾，因为他一定会哭。我想我不在他肯定哭死去，真的。你儿子会不会哭啊？他很好带，唯一要操心就是让他吃好一点，就吃饭。小靓仔，你会听我的吗？拜托你听我的话。我觉得你长得漂亮，我才会听。你觉得我还可以吗？还可以。不说话是几个意思呀？太伤心了。陈雅蓉，赶紧给我进来，赶紧给我进来，赶紧！我跟你们交代一下，你们去哪儿？你一定得给我管住妹妹呀，知不知道呀，陈雅蓉？妹妹待会肯定得哭。你有想过什么办法来保护他吗？因为等一下没有妈咪咪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我就知道贝拉一定是狂哭的，我在这儿都哭呢，何况看不到我，那得哭成什么样了？静静的，静静的，静静的。哎，真的太依赖我了，他就一直要我抱，他好需要我。妈咪摸娃娃，妈咪摸娃娃，妈咪走了。